在需要的地方点一盏灯，志工帮朱老先生剪剪指甲，说说话，让他的心情也亮了起来。你有几个女儿？几个闺女啊？三个闺女。三闺女，真好哈、啊！多大了？81了。老先生因为车祸瘫痪在床，志工趁着剪脚趾甲的时候发现垫被、盖被充满湿气，赶紧帮他换上新的。是，哎，就这样了，高兴是不是啊？看老人高兴了哈。我给你把这个车直接给我们的被哈。牙刷。还有三个牙膏，除了被子，寒冬送暖的礼物还有大衣、牙膏、牙刷等生活用品。摁上了啊，哎，签字画押了。大家协助朱老先生签收，他则笑着流泪。然后你流泪了，放在一起，你哭了，你不哭啊？不哭啊，我们来看你啊。山东慈济职工在临沂市莒南县11个乡镇入户关怀。90后的曹让让看到老人家手冷皮肤裂，帮忙擦了乳霜，还叮咛与祝福：“回来明天穿上啊，暖和。好，祝福你，过个暖冬哈，爷爷。”还有不少长者与慈济人则是在定点相见，满载着爱与关怀迎接新年。有需要你帮助的人的时候，你也学着去帮助别人，把爱传出去，回去照顾好自己，照顾好自己的家里的人，最棒了。哎呀妈，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山东报道。